以前呢啊，我们种植蔬菜呢啊，一个口号是前期高氮，后期高钾。现在呢啊，我们就平衡施肥，用控药啊，这两个道理呢是一样的。我们为什么叫前期高氮，后期高钾？前期高氮呢，长植株啊，营养是长得旺一些。后期为啥高钾？高钾肥呢，就低氮肥啊。你后期用氮肥了，是不是空啊？植株不长了，集中光合作用产物的结果是啊。所以说前期高氮，后期高钾呢啊，是用肥料来控的手段。加肥呢啊，促进早熟，果实变小。也说加呢不碰果啊，能够促进早熟。我们现在呢啊，到说法呢啊，就是按多少需求比例吧啊，平衡施肥，全速施肥。我们按过程控就行了。啊，控呢啊，一般就分为两个阶段，一个呢开花的时候，开花前咱控一下子，让它迅速呢啊从那长植株变成开花结果啊。第二个呢啊，果实膨大期的时候啊再控一下子啊，让它不要再新收了啊，让它开花结果就行了啊。所以说呢啊，前期高氮后期高钾和用控药它是一个原理啊，都是在中后期控制旺长、控制徒长的一个方法。